Yo， 我是 YT， 今集同大家开箱，开乜嘢？开色纸，开啲乜嘢色纸呢？可以再等，我 Say in your head， Kamen Rider 色纸案第八弹。如果有睇 Rider 嘅朋友啦，就应该清楚知道头先我唱紧嘅系乜嘢嘅 Rider 主题曲啦。咁就系呢个 Kamen Rider Saber 嘅主题曲嘅 OP。咁我今次开嘅呢一个 Kamen Rider 色纸案嘅第八弹啦，咁啊收录呢个 Kamen Rider Saber 啊，咁啊最新嘅嗰个 form 嘅形态啊，咁啊呢个 Rider。哆啦 A 梦嘅 form 吓，咁啊骑士龙嘅 form 啦，咁啊仲有呢个 Kamen Rider Zero One， 咁啊剧场版里面 E D 啦，同埋呢个新嘅 Zero One form 都收录在内啊。咁当然啦，亦都有收录历代嘅 Rider 啦。咁去到第八弹啦，咁啊呢一弹究竟个封面又系点嘅样咧？同埋究竟今次开嘅呢盒嘅成果又系点？因为我今次买一盒嘅啫，咁啊都系十包，咁啊都系咁样开噶啦，都冇乜大分别嘅。以往历代色纸嘅开玩法都系。好，咁我都唔讲太多啦，咁啊事不宜迟，开盒。咁啊，我已经开咗个盒啦，咁啊俾大家睇睇封面先。咁啊，其实今次呢一弹咧，封面咧有三个咁多，即系佢咧呢佢而家色纸 art 个封面咧，即系一弹比一弹多。之前都系一个封面，跟后期两个，而家三个。其实近呢两三弹咧，都系出咗成两三个封面嘅，好多封面，黐线嘅啲封面多到咧，都唔使钱咁换嗰啲封面。咁啊，首先啦，咁啊而家俾大家睇睇究竟开啲乜嘢封，有啲乜嘢封面先啦。咁首先历代 Rider 嘅封面代表 Kamen Rider Gaimu， 咁啊傻铲啊，咁啊呢个终极 form 之前嘅嗰个 form 啦，咁啊呢个大将军前个 form， 咁啊呢个叫我叫佢武士 form 啦，系啦，咁啊准备变身做呢一个大将军啊，大 Shoku。好，咁啊第二个封面 Kamen Rider Zero One 嘅 Aku One。咁啊，呢個 Arc One 咧好型啊，其實個封面呢個封面，當然啦，呢個 Arc One 嘅封面啦，咪隔離啲細細嘅仲有一個 Kamen Rider Zero One 嘅。咁啊，呢隻手咧，如果我冇認錯咧，就應該係呢隻手係啊 ，Holobee 啊，最尾嗰集打 Holobee 咁打呢個 Arc Holobee 嘅時候咧，嗰個場景嚟嘅。好，第三個咁啊，當然就係今集主角 Saber 啦。咁啊，呢一個嘅強化 form Saber 同埋 Blaze 嘅強化 form 啊，細細。张色纸咧就电网啊，哇呢、這个好明显啦，咁细个呢个毛毛塔罗斯啦，好咁啊三个封面就咁样啦，咁我都即刻揾教剪开晒一个封袋先，咁啊到时逐包逐包拆俾大家睇啊。好啦，咁我已经开晒所有嘅，剪晒所有封头啦，咁啊都用咗短少少嘅时间，少少啦，咁啊俾大家睇睇第一包系乜嘢先。喂，剪喂，哦 ，Kamen Rider Oz， 咁啊呢个 Oz 咧，咁啊呢一张咧就系七个封。我冇数错啊，二四六八个，八个 form， 咁啊八个 form， 八个联组 combo form 嘅 os 啦，咁啊连埋基本 form 啦都有嘅，系啦，咁啊 total 八个啊，好靓啊呢张，真系衰鬼啊，闪面嚟个仲要，哇真系离晒谱啊！靓到咧，就系同以往一样啦，都系粉糖嚟，冇乜大分别。好，继续第二包。喂，型到啊！哇，为咗咧令到大家咧可以好好咁睇一睇，咁所以咧我就校翻高少少个镜头啊。咁啊呢个剧场版里面啊 ，Kamen Rider Zero One 嘅剧场版，咁啊呢个 ED 啦，同埋呢一个嘅，我唔记得咗佢个 Final Form 个 form 名啦。咁啊，但系就新形态嘅 Zero One 啦。充满邪气感觉，型喎喂，真系不得了！第三包，喂，哦 ，Kamen Rider Saber， 咁啊呢个 Rider Form 啊，咁啊呢一个骑士 form， 哦唔错喎，虽然系普通版本嘅卡纸，但系都几靓，哦出啦，终于出啦 ，Kamen Rider Zero One。咁啊呢个嘅 Rising Four Rising Hopper 嘅 form 啊，系最尾嗰集啦，咁啊同呢个 Holobee 打嘅，咁头先都讲过噶啦，哇不过好靓喎，佢尤其是咧后面设计咧01010010啊呢啲字咧，哇令到成个感觉成个色纸嘅感觉咧好立体啊，哇靓型爆，继续。哦，呢个 Kiki Joban Kamen Rider Builder 嘅 Visa One， 咁啊呢个 Builder 嘅哆啦 A Rabbit 嘅 form 啦，好靓，我好中意哆啦 A Rabbit 噶，因为其实真系哆啦 A Rabbit 几型。好，继续。哦，其中一张封面啊，中到啦。
卡面雷达、阿库环，咁啊灭恨、玉通，咁啊尖，哇！呢啲文字超有型啊！我其实觉得咧，真系 C1 系列咧嘅嗰啲构图咧，系做得非常之靓，好靓同埋好有心思嘅啲构图。咁所以我会觉得，如果你话历代雷达嚟讲啦，即系近呢几年嘅平成年代嘅雷达嚟讲，画风计咧 ，C1 系我觉得系几正。继续。哎呀，喂，哦呢、這个 Come in Lida Doraiba， 咁啊三位骑士啦，三位 Lida 再加两个嘅钢步啊，咁啊不得了啊，咁啊呢一张图平排间角中同间都有齐，哇不得了，继续，嘿。哇三个封面我几乎中晒噶啦，不得了！咁啊呢个 Come in Lighter Game， 咁啊呢一个嘅 Takidoki Arms 嘅 form 啊，咁啊变大将军之前嘅嗰个 form， 咁啊望一望，其实呢张构图都靓喎，咁尤其是咁多个水果喺嗰个 Imcamus 嗰度走出嚟嘅嗰一个观感吓，咁啊同埋嗰个视觉感系好足好够嘅，好有型啊！咁啊拉屎两包，咁啊究竟我仲会中？中到啲乜嘢特別嘅色子咧？因為其實我都想睇下會唔會中到 Blaze 啊。喂 ，Come in Lighter Kuga， 咁啊呢個就係昇華形態啊，全能昇華形態。咁啊 ，Shining Mixing Form 啊，咁啊呢個叫因為香港叫做金色力量啊，係啊，金色力量。咁啊好似日文譯名都叫金色力量嘅，冇錯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咦幾型喎？咁啊開準備開必殺技嘅姿勢，拉屎一包。呢一包出啲咩呢？其实老实讲，我冇乜嘢想要，因为我要嘅嘢头先都开齐晒，咁啊，睇下有冇啲咩神秘嘅嘢我未见过嘅出啦。嚟啦，哇，呢盒嘢惊喜啊 ，Blaze 啊，哇，我冇睇错啊，即系我好落流，好耐未试过咧开呢一个色拉打色纸咧，一期二期咧一盒里面出晒俾我。我上次开我对上开个蛋咧出咧，我都系出到 Saber， 我都唔见有 Blaze 出现过。哇！但系咧不得了，哇两个中期方出齐俾我，哇感谢啊呢盒嘢真系，喂不得了，哇靓爆，哇掂，好啦咁啊最后啦咁啊都见到金蛋色纸嘅成果啦，咁啊两张啊咁啊 Saber 嘅中期方出咗嘅，咁跟住啦咁啊今次呢一包嘢里面嘅封面啊，咁啊其中两个封面都有齐 ，Hakidoki 啦，咁啊仲有呢一个 Akuan。咁封面裏面咧細圖咧我都佔有嘅其中兩張啦，咁有呢一個 Oz 同埋呢個 Zero One。咁咁多張嚟講咧，我真係中意 Zero One 呢張嘅。咁跟住咧就係 Akuan 啦。咁呢兩張咧真係相當之靚啊！我真係揾啲嘢雙起佢先，呢個不得了啊！好，咁今集同大家開箱開到咁上下啦，咁開到呢度先。呢一彈嘅色紙咧，其實就啱啱開始發售嘅啫。咁大家中意嘅話啦，可以去。揾下呢啲色紙，應該正常嚟講，而家仲有貨嘅，咁啊，應該都喂夠足夠嘅貨嘅，又揾到個 cam 成度，咁夠足夠嘅貨嘅，咁大家都可以去揾呢一啲色紙啦，尤其是金蛋啱啱新蛋啦，咁啊，中意 C1 嘅朋友真係可以去儲一儲嘅，咁啊，我知道 Saber 近排咧人氣真係麻麻啦，俾人鬧飛起啊，新劇情真係，所以都理解嘅嚇，咁啊人氣低咗咧，咁啊 Saber 真係麻麻地，咁但係 C1 咧都救得翻啊，因為金蛋咧都好多 C1 嘅色紙啊，咁啊大家都可以。抽下啦，玩下啦，好啦，今集同大家玩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中意我嘅影片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acebook 专页出嚟啦，同埋啦记得 subscribe 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同埋揿翻隔篱嗰个 long long 会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嘅影片资讯。咁另外啦记得 follow 翻我嘅 IG Instagram 哦，大家记住咯噃，有好玩嘅嘢就会有我嘅 Player Studio。